他给你盖小几杯，就不会有那什么。这杯呢就是草牛牛奶冰沙，这杯呢就是草牛牛奶冰沙，这杯呢就是草牛牛奶冰沙。草牛，为什么不是草莓？草莓，哦、草莓、啊，你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莱姆，要做追焦圣地，当然爱什么所在？我常常上徛的所在就是台七宜啊。台七宜要来做追焦圣地，当然马上来十二 K 马克湾，卖开玩笑啊。所以今天你恁追焦圣地来倒去未？十二 K 马克湾家马克咖啡，恁稍等下，恁来介绍伊头家娘吼。然后恁来介绍遮有啥物好食的、好啉的、好耍的，恁只一一来讲，各位观众介绍者来。头家娘，你好。你好，大家好。我请教你一个吼，你这间店一只多少久啊？目前呢，就是在试营运当中。那我们预计呢，9月23开幕。那以前呢，就是在前面的12K 有一个重机休息站的公园。那是因为目前那个道路就是崩塌，所以还在维修中，所以移过来这边。哦，了解了解。所以较早是伫那边的啦，今麦刷来是加的对啊。今麦你试营运的对啊？对。啊，这今麦你来这试营运啊，但是你的营业时间是什么？我们目前的营业时间就是假日，六日的话就是礼拜六的话是早上的8:30到晚上的8:00，那如果是礼拜天的话就是早上的8:30到晚上的6:00。哦，所以都是假日才有开的对啦。对、哦、那之后还是会稍微调整我们的营业时间，那就是看客人的状况。哦，了解了解了解。啊，恁搁一个问题吼，我讲一定会问的啦，就是我拢会问头家也是头家娘讲，呼吁一个车友，恁来台七宜这条路，尤其是这个马克湾吼，恁要骑车开车爱注意什么？那其实我觉得骑车啊，其实我们就是骑开心快乐。那其实要注意就是可能车速啊，或者是回转的问题，因为有时候很多都是可能没有看后面就直接回转，其实这样比较危险。讲到重点嘛，大家迄有诶吼，恁讲正经诶啦，阿娘话，唔知你回转啥货，我看拢无咧。我会记你是顶顶礼拜啊，我伫个9.3遐，然后看我遐面拢知啊，遐嘛去迄个查某三宝啊，把我命拢收去啊。哦，拜托个，要回转你我看咧，有一寡点吼，伫山所在咧才回转。哦，拜托各位吼，啊，恁正等咧，恁再邀请恁头家就甲咱介绍恁遮产品甲饮料安尼吼。好，感谢你。各位车友啊，恁若是来到这个马克湾吼，这个12K的所在吼，恁讲正经啊，来这啉咖啡吼，看风景，真水呢，这个风景啊。各位车友啊，我发现一个真趣味的代志吼，这竟然有咧卖烟枪呢，哦，这甲一般的咖啡店无同哦，恁来问请教一下头家娘，头家娘，这烟枪是？自己做吗？手工香肠，这个架等下回下去烤的哈，这个是爆浆香肠。哦，所以是自己做就对了啦。哦，啊，这样一条卖偌济哈？40块嘞。哦，自己做这加油啊！来个家一个品尝看卖啊，吃看卖，应该是真好吃的啦。那人家在哪偷去？你讲正经诶，这马克香肠，我开始赞了，够好食，搁一只蒜头，阿娘味。来这你若无食烟肠，训掉啊，真正。来，恁老头给你介绍这杯饮料，看起真水呢。这杯啥物？这个呢是焦糖玛奇朵，那下面的话有焦糖的糖浆，那鲜奶，还有我们精选过的咖啡豆。哦，是哦，这花草金甲真水呢，所以来个吃会记个甲点一杯啊。啊，这一杯差不多偌济钱啊？我们呢就是物价低廉，那又可以让你享受到就是精美的饮品，那又好喝。那我们这杯只要90块。啊，来这个所在啉这杯这大杯会真水呢，这真够工呢，90块尔，够吃伊吧？记你甲点一杯，赞赞。草莓牛奶冰沙，对，这嘛家己做的哈。对，我们就是专门有挑过，就是我们都是用新鲜的水果，那下去做冰沙，那我们上面搭配的就是用草莓烘干的果实。哦，所以门店这是烘干的就对了啦。对，就可以吃到颗粒感。这热的天啊，车友啊，徛来到这是大到要嗨去，冰沙甲灌落就对了啦。感谢。感谢你。过来，甲咱介绍这个是啥物物件？
老板，这个是那个巧克力松饼，那就是完全都是我们自己调配的松饼酱，然后去制作的。哦，那摆盘摆得真水呢。啊，所以大家吃吼，吃又啊，巴肚枵吼，一个食冰，饮一个冰沙嘞，还佫会记你食一个松饼，松饼边啊佫有这個，拜托嘞，这么可爱的星星嘞，马上现在有可以吃。各位啊，即马看会到这个所在，就是上溪吼，就是台七以上的最焦所的所在啊。较早我嘛捌伫遮翕过啦，啊，所以来较遮吼，上溪这个湾吼是还好啦，袂讲真歹过啦。但是足侪人来较遮，就是拢会安尼，唔知安怎拢会徛到足紧绷的吼，啊是讲看到最焦所都拢掠狂安尼徛。所以带各位来遮看卖啊吼，上溪这个最焦的所在吼啊。嘛，伫遮阁再次呼吁各位车友吼，来遮要过这个弯吼，虽然看起来真好过，但是莫伤过头紧，伤过头紧就常常拢有车拢常常塞啊。台七以上坐塞车的所在就是伫遮啦。啊，过来吼，各位一定感觉足奇怪，因为台七伊上溪毋是台七，毋是假日啊车拢足侪吼，假日就是车拢足侪啊，车友拢足侪拢会停伫遮啊，来遮做追焦啊，是讲来遮欣赏人骑车。啊，今仔日奈拢无车无人吼，因为今仔日吼，我是通挑伫平常时啊起来，啊，那假日来个遮吼，真正车人足多的啦，所以我今仔日专工是平常时啊来，那安尼我较好去，啊嘛人较少，较袂去去干扰去，啊，所以讲大家去，莫想讲啊，你毋是讲这是最佳圣地，啊奈拢无人哦，其实车人假日是足多的，但是平常时啊无啥人。啊！恁即马过来吼，带恁各位车友来遮看吼。咱即个石溪遮吼，即个弯落山落来过来这边了吼，常常拢有迄车冲过头吼，直接就出伊遮来。吼啊，较早是用阿妈涂的迄个护栏，啊，即马换改即个纽泽西护栏吼。顶几工啊吼，都有一台车吼，迄个跑车哦，阿帕利的，骑了伤过头紧绷，伊才冲出来。厝伫倒位落呢？厝伫即个山坎落，哎、欸，各位啊，看卖啊咧！阿娘喂，即个是有够深的啦！我是看了后要惊死哦，阿娘喂！这吼、哦，所以各位啊，车友来到遮真正吼、哦，莫想靠势，想真崩你徛啊！来到遮，你甲看，摔过迄个山坎是足深的呢，好佳哉！这个车友吼，人拢无啥要紧吼，啊，所以各位车友啊，迄个来到这拜托的吼，莫伤过头紧绷啊，莫看到最焦数就要让你死啊吼。今仔日的所在呢，就是9.7K 吼，台七的9.7K，嘛是我较早上爱去上的所在吼。啊，我较早有伫翕相的时阵，我拢来遮翕。为虾米呢？因为遮树啊较凉啊，吼，啊，所以讲我就拢来遮翕。所以，啊，可以来看卖，9.7K。各位啊，我即摆伫这个所在吼，就是伫8.5K 吼，这个花园啊遮。啊，这个花园啊遮呢，我假日啊吼，也是讲平常时啊嘛是拢有人伫遮翕相。啊，今仔日是拜一吼，平常时啊应该是拢无啥有人，但是我今日去拄着一个人，拄着啥物人呢？我进前吼有翕个影片吼，一台 G6 的，对吼，你若有去搜寻我的影片，就知影有一个 G6，骑 G6 骑得袂歹的，就是这位啦，伊嘛是一个追焦手，介绍者。大家好，我是赵成伟，那我是平常都会来七这边来走走，或者是来拍照这样子。哦，啊，所以今日你嘛来遮翕相就对啦。对。哦，了解了解。啊，我请教你吼，你翕相翕超偌久啊？现在还算新手啦。哦，新手就对啦。啊，我直接今日嘛真，我想讲应该拢无人啦，结果去拄着我之前影片内面的主角啦，就只了迄个啦吼。啊，所以讲吼，来到遮8.5K 吼，来看卖啊，这个弯吼嘛是真水。啊，骑车来到遮嘛较细致，感谢。欸，各位车友啊，我这么快，好腰啊！